这次一定要赢了小腾。不久前，一位浙江的粉丝拿了一辆本田思域，希望能把它改成独一无二的样子。我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小腾怕我抢了他的风头，决定改装一辆菲斯塔，和我的思域来一场真正的对决。大飞，本田思域行不行啊？怎么样这车？177匹。骂你什么呀？他们这么对我，一定是我的死鱼不够炫酷。我飞塔刀，这两天没事帮我扫扫扫孙子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最擅长捣乱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，搞定了，我还请你吃牛皮。遇那么火爆的车型，同我一直没改过。我估计这太普二案例太多，他也不敢碰这个东西。可是我又想给这个死鱼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宽体，要不我来个木头的？不行，我给童哥印进来吧，我使个印招，我拿那个木头打一个宽体，我估计他看完肯定受不了，主动就得找我给我做了木头宽体。你这不砸供应链招牌吗？就怎么着，我试一回。大哥，帮我给思域吧。郝总，帮我喷漆吧。哦对，还有个人呢。哎，小白，跟我一块改思域吧，人多力量大。走。孙哥，这车没有我不太行啊，总不能给整个木头宽体吧？算了，还是把准备工作给他做了吧。我那设计图嘛时候能给我呀？我那龙骨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我急着用啊！我避震什么时候能够过海关呢？拜托日本那边朋友能不能快一点？哎呀妈，累死我了！宽体呀，告诉你，还得我自己来。其实思域的宽体早就想好了，最燃的日本元素配最燃的少年，曾经是少年，那个应该是高达。高达造型有很多硬的棱角和线条，而且仔细观察那些镂空和位置，有很多空气动力学方向的考量。我准备挑战一下分离式宽体，外加各种小翼片。在原车的基础上，前侧的翼子板从前面灯口位置往后延伸，模拟出盾牌的感觉，流畅的肩线贯穿了下来，为了让空气更好的划过车身。下口做了网格镂空造型，前唇和后包围采用更多的镂空设计。从侧面视角看，用小的尖角造型把宽体整个连接到了车身。侧面两个立起的翼片，我还画龙点睛的装上两个 LED 灯，就像启动的战斗状态。嗯，这真是一个完整的设计。不过你还是干不过我的菲斯塔的。滚了。你这视野太丑了吧！你弄个胎盘不就完了吗？多好看啊！十个有九个改胎盘，要玩就玩原创，就整不一样的。那我等你看你改车子吧。嘿，你通过前来捣乱了是吧？我要改世界上最好的思域，所以轮毂啊、避震呐、涡轮、排气声等等所有好东西我全要。我有50000块钱预算，够买。王年ですか？哎，我邀请了日本京藏线 HKS 赞助的朋友来参观考察，他对我思域改装的方案赞不绝口，表示了极高的认可。こういった形状とかもついててですね。先ほどのあの5万円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厳しいかなというのが本当のところです。我的日本朋友非常热心的给我联系了配件，我十分感动，然后。就介绍了。嘿，你别说啊，这日本人效率真高。嚯，宋哥，日本官也够硬的 ，HKS， 可以。阴阳怪气的，纯粹是嫉妒。HKS 避震器遵循的是高品质的要求，赛道上动作更敏捷。重点是，这是个真的。HKS 这个避震器做的确实很精致，思域的后塔顶是封死的，为了挑这个阻尼怎么办呢？做了一根拉线，直接给引出来了，然后这样把它固定在这里，这样也可以挑这个阻尼。真的是圣明之下无许事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Stop dwelling on it.
HKS 的排气做工精美，设计优良，可以提高涡轮的响应速度和最大增压值，而且还能带来令人欲罢不能的声浪。HKS 为思域专门设计的原装下阀，不仅安装适配，堪比原厂，而且还解决了思域手油门是灭车的一个通病。这个思域的宽体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，贴合度很高。这次我们使用的方法和上一次领克03使用的技术是一样的， CNC 加工直接出来的。我们从之前的铁皮、油泥、树脂，到现在的 CNC 3D 打印光敏树脂，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使用新的方法，尝试新的技术，目的最终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达到最完美的效果。这边进度怎么样了？好看吗？熊哥让我配上白色。我觉得对于思域来说，最经典的颜色一定还是黄色，真的。对于这车来讲，看起来比较现代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神秘银，拜托啊，你懂我。每个本田车迷心中都有一个红头梦，其实本田还有另一个超经典的配色黄黑。从第一代思域到第十代，一系列车型，无论是普通的还是高性能台牌，我们总能发现黄黑的配色。我觉得这次帮孙哥选的这个颜色简直了，完美。这也太丑了吧，喷这个黄色跟皮卡丘一样，哪里像高达了。这次我们给思域装的是半热熔胎，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抓地力。哎，孙哥，咱们这次思域发动机它怎么改的？再升。我念叨念叨啊，这轰达它连接特别容易，只要插上 OBD 就可以了。东西我给您弄来了，侯总。剩下我得靠您了，不光颜值能胜过他，速度我也要超过他。这个应该是现在真正的行业标准了。我们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很方便的在这里面进行调整。比如说呢，像这个增压控制，咱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转速和负荷的区间对那个增压值进行控制。因为飞塔差不多是205马力，那么呢，咱们在原厂160几马力的基础上增加0.4的增压值，咱们的动力同样可以达到200或者是更多的。如果不考虑变速箱限制的话，我们用轰达塔就算把这个 ECU 的设定调整到300甚至于400马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没问题，换手挡。对，好主意。我知道你们没看够，但是别恨我，因为好看的都在下一集，看我怎么用我的飞斯塔虐掉孙哥的思域吧。哎呦，包总，切换键盘。